咋又撸撸脸了呢？朋友过生日我给忘了。然后呢？送礼物啊，不知道买啥。那你想送啥呀？经济实惠又特殊。嗯，一千块钱一份。那我还真值得一个好东西。啥呀？你把我当礼物送给他。你说啥呢你？不是你骂我干啥呀？你欠吗？媳妇儿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一月多少钱工资？3000。那我挣1000块钱需要多久？10天。如果说这10天我去你闺蜜家白吃白喝白嫖白住，这1000块钱礼物是不是送出去了？是啊。嗯，完了我还不烦你，你也不用养我了，多好啊！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啊，媳妇儿。报警！哎，去搞呀！我闺蜜要不要你都不一定呢，想的没事儿。我对象说他要去你家给你当生日礼物，你说他是不是想屁吃啊？我觉得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有好大家分了，我房间都给他准备好了。